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你们好啊！我是中国 boy。那么今天的话，我们来玩的这款游戏啊，叫做《Five Nights at Freddy's 2》。那么这个游戏的第一代呢，啊，我相信有不少观众老爷一定看我玩过这个游戏的第一代，那么也是弃坑了啊，玩不下去了，这个智商不够。那么今天呢，还是这个作死心态来尝试一下这款游戏。那么好消息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从这个视频啊往后延续，就是我。这个视频以后会出的一些视频，一直到这个11月25日结束，是吧？然后这个屏幕下方的留言啊，我会把这几个视频的这个留言集中在一起，然后抽取这个一名幸运观众，那么可以获取这个一个这个可托的这个手办，我相信你们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么这个活动的奖品的话呢，是由这个土拨鼠手游网啊这个提供的，那么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赞助，对不对？然后之前在微博上面说这个 PSV 啊，还有这个游戏啊，他们那边啊，就是说开不了发票，这个没有办法，是吧？哎，不管了，我们还是来玩这个游戏吧。New game、啊。那么这个手办啊，我又忘了手办的话，这个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去我的这个新浪微博啊，看一下这个手办到底长什么样子，对吧？我会发出来的。好，新游戏。这个最近啊，嗓子特别的痒啊，也就是。所谓的感冒了 ，Oh fuck， 12点啊，这个游戏我相信做第二台应该非常容易的啊，那就换一下这个图啊，啊，你要加些什么新东西吗？啊 ，flashlight 啊，怎么啊，手电筒，哦，用这个啊 ，control 可以用这个使用这个手电筒啊，特别的屌。哎，那我们的这个呢？我们的这个电啊，一二四个电啊，特别的多。啊，这个是什么？哎，面罩，哎，是个新东西啊，咱们之前没见过哦。哎，我们看一下这个监控在哪儿 啊？监控还是这个？啊，还是没改什么吗？哦，这个摄像头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手电筒来看了啊。那这个可爱的玩具熊，哎，哦，这个地方好黑啊，这是被强奸过的玩具熊吗 ？Hello， 那么我们现在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是通风管道，我们这是换了一个地方。哦，哎，他们现在都还没走啊，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晚上应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吧，对不对？哦，这个电量还特别的充足。啊，我会怕吗？啊？嘿，哎，这个地方都是一个熊头啊。啊，他们还在，哎，他们还在，他们还没走。Hello。嗨，哎，我觉得还是等他。我这个手电筒的电池没有多少了，这个时候我还是先不用啊，我要先看一下这个地方，对吧？因为就这几只啊，我不知道他会突然跑到哪儿啊，其他地方还没有熊的。你只要闪一下啊，哎啊，有个尸体。嗨。这个电池消耗的特别快，好，我们现在1点钟了啊。那这个游戏的话是啊，你坚持到6点你就获胜了啊。我少了一只鸭子吗？没有。嗨，第一个晚上一般都没有什么高能的地方吧？啊，有吗？动啊！啊，鸭子还在。这个地方的熊不在了。啊，宝贝儿，你去哪里了？嗨 ，What the fuck? Are you kidding me?这个地方在闪。这个地方有个叹号啊，这个英文什么意思？缺个 and hold。我要一直点，去把这个音乐盒子去打开吗？
保持他一直在响，我不管你了。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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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小熊，小熊，你在哪儿？Hello？哎，这个门哦，这有灯，虽然有灯，它没门了。What the fuck？哦，所以说给我们这个面罩，对吗？哦，懂了。哦，鸭子也不在了。Fuck！我靠，怎么你们人呢？啊，不是，你们玩具，你不不不，小家伙们，你跑哪儿去了？哎，这个到底干嘛的？我一直点，他是不是在猜我的摄像头呢？这是个音乐盒子啊！我 what？ 算了，我不看你了，好吧？嗨，小兔兔，那么现在少了只鸭子啊，那鸭子跟消失了一样的，哎，鸭子在啊，那么就少了这只，哎，你还在看这儿？Hello， hi， 啊哈，哦，哇靠，四点了，啊，四点了，我们这个晚上应该可以过去了吧？啊，我们只要坚持到六点，耶！哦，怎么又来了？游戏卡住了，哇，还好啊，吓我一跳！你不要在我这个开盒在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过来弄我。嗨，哈，不，这个 BGM 不对。嗨，小兔兔，我们看这个路线啊，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必须要，哎，通过这个地方啊过来。哎，没错，它的这个姿势啊，特别的销魂，看啊。五点了。五点了，五点了，你来了吗？我靠，我靠，我靠！这个时候不要来玩我呀！我把面具戴上吧。嗨，嗨 ，Hello。他从那个地方飘过去了。哦，耶！好，我们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哦，我就知道第一个晚上肯定不会特别的难。那就接着第二个晚上，不给我一点缓冲时间吗 ？Hello， 又来电话。嗯，我记清楚啊，这个地方没有，那么是我记差了啊。啊，第一个晚上非常容易就过去了啊。我再看一下。我不用一直点啊，我是只用按住它就行了，用鼠标按住它。我靠，我之前傻逼了，一直点这个东西。嗯，不能让这个白条下去，对吗？那么就这三只，还有其他的吗？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吧？这个是尸体啊！啊，对啊，这些都是尸体。嗯鸭子呢？你就继续啰嗦吧，啊，一点了。What？ 我听到了些什么东西吗？
哈哈哈，千万不要哈哈哈哦。啊，不要忘记这个音乐盒子，我们保持这个音乐盒子一直在转，对吗？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啊 ，the memory box。Hello， 哦，嗨，啊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man？ Are you kidding me？ 这谁呀？之前没见过啊。伪装成你的同类，The music box. Hi. Hello. Hello, dear. Hello. Oh my God.Dude, 别过来啊！我靠，怎么之前没看见这只狐狸的 ？What the fuck！ 我靠，现在是不能用那个东西的。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oy, come on! Hurry up! 哦、你 ，What the fuck！ 我就知道第二个晚上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那是什么玩意儿啊？What the fuck！ 你他妈的在逗老子吗？哦，好吧，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期，虽然我也不知道录了多久，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个第二代加的东西也蛮多的，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来尝试一下，对不对？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啊评论也有奖，对不对？那么啊，不光是你是这个优酷的用户也好啊，哔哩哔哩的用户也好，那么。啊，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是吧？那么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呢，不妨关注一下我的这个优酷空间的账号，哎，或者说哔哩哔哩的账号，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都可以。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啊 ，fuck！ 哎，我就不知道，就知道不应该在啊，他尿裤子啦。好，一出去一看，发现鸟不在了，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们又被人抓过来上课了。好吧，今天就当上课了。哎，我觉得这个小哇，这个音乐老。